看病，我感觉很艰难，挺艰难的呀，挺心酸的呀。然后你看，真的就是医生挽救不了的情况下，我就想，就是意思就是挽救别人呗，别人失去亲人也痛，我心情都是一样的呀。尽我最大的努力吧，能挽救几个人就挽救几个。经过全家人反复商量，他们决定将已经脑死亡的李建峰体内有用的器官全部捐献出来。他说他的东西管救五个人，他起码他还在社会上有用吧，社会上还有他这个人呀，他的东西。他就这多久？您是爱人、母亲、妹妹，没有在其他的亲人里吧？就是啊，没事。相关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李建峰的家人在公民器官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不会写字，但仍委托儿媳替自己在亲属一栏里写下了何素莲三个字。此刻难以想象这位母亲内心深处是怎样一种无法言说的痛楚，而他们却做出了这样崇高的选择。我真的没想到我老公就是没看好，我说这个看好看不好嘛，反正我感觉就是我做这个决定对他看好看不好是没关系的，反正就是他就是在的话也是下场。有时一个人的信仰和任何东西都无关，它源于对生命的敬畏，源于最朴素的善良。此时距离病人转入北医三院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他仍处于深度昏迷且无自主呼吸的脑死亡状态。家属的决定让医生们有了新的努力方向，骨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等多科室迅速汇聚起来，一方面继续试图挽救李建峰的生命，同时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很可能来到的器官移植手术做准备。李建峰脑干丧失功能已经有一周，他的全身脏器还是否完好，是否符合器官捐献的条件，这些都需要进行紧急评估。如果他的生命已然走到尽头，那么能否将更多濒临绝境的人成功挽救，让李建峰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延续，就成为了眼下最迫切的任务。但是什么方法是这个病对这病人来讲，他应该也有一个，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有一个比较让大家能接受的一个病人，还是对病人对其他病人来讲能力也是。所以才会今天这么晚上这么多人。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不光是对一个生命，它实际上是对一个群体生命。
生们将根据李建峰的血型对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里成千上万个等待移植的病人进行分型和配对，并在第一时间里通知那位幸运的匹配对象尽快赶到医院为移植手术做准备。这月十五年到现在，他一小孩没见过一次，一回都没见。我说你姑爷想你爸来呗。我说你让我爸接着他。我说你爸不在，我说我你爸那姑娘不我在外面，你爸好，我给你说，就是我们一块回家。现在还有一块石头隐隐地压在这对婆媳身上，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还不知情，怎么告诉他们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是个棘手的难题。其实这两天你看他，你不告诉他，他不来，其实他心里一直惦着。他知道，我也不能让他来了呀，我宁愿他埋怨我嘛，别无选择的呀，这个是别无选择的呀。严芳把心一横，决定将老公的事瞒下来。经过医院的紧急评估，李建峰的肝脏、肾脏和一对眼角膜功能完好，符合捐献的条件。这些宝贵的器官将让五个人重获新生。下午一点，医生再次对病人的各项生理指征进行检测，通过肌张力反射、光反射等检查，结果依然是脑功能丧失。为了慎重起见，宣武医院的医生也赶了过来，为李建峰进行长达四小时的脑电图检测。这个结果将成为器官移植手术能否进行的最后依据。此刻，大家的心里都已明白，距离那个时候真的不远了。得到这个消息啊，昨天应该是晚上吧。下午两点，生命源记者见到了从内蒙古赶早班飞机过来的荣学一家。他和妻子是在凌晨两点接到确认信息的。我看你们现在都还挺激动的。那是的，这是第二次生。等了这个机会等了将近一年多。快点呀！谢谢你。谢谢你，我第二次生命，谢谢你。
23岁的荣学曾经是一名公务员，2年前他因为过敏性紫癜，双肾开始衰竭，每周要依靠3次透析才能活下来。得了病以后才知道健康有多重要。反正尤其像这种病，你喝水喝一点水，就最基本的一个生理要求你满足不了，那种痛苦。这一次，荣学终于等来了匹配的肾源，等来了第二次生的机会。得到这个器官的同时啊，要懂得感恩，保护好这个肾脏，其实就是在爱护人家这个家里的这个感情。很感谢咱们家人，说在这个李建峰他们病情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救的状态下，能想到捐献器官去救别人，就是经过这么接近24小时这个缜密的这个过程建立的，就是也做了好多这个判定的一个实验啊，现在就是可能是符合一个脑死亡的状态，就现在没有那个没有其他的意义的话，那你这么签个字好吧。来，00X。移植手术将马上开始。今天要做的这个肝移植病人是一个肝炎和肝硬化4年肝炎的病人，这手术是很麻烦的一个手术。手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今天的力争了发挥最好的水平。北医三院医务处召集了包括普通外科、泌尿外科、麻醉科、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在内的多科室进行紧急会诊。这是一场生命的揭秘，事关5个亟待挽救的患者。他们要确保手术万无一失，这不仅是对受者生命的挽救，同样也是对公体生命的尊重。我感觉我们孩子就是我的希望。这样子过去啊，对吧？孩子的愿望达成了，咱们洗把脸过去看他，好不好？啊，来洗洗脸，洗洗脸，洗洗脸啊，好吧？洗洗脸，对，别怕，别洗。
一场生命的接力正在延续，今晚将有三名患者在这里等待重生，接受来自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生命的馈赠。太伟大了，由衷的感谢这位捐献者。啊，真的真的真的，有时候听说他又捐肾了，肝脏呀、填掉我们的，特别感动，身体高尚的。命运总是呈现着不同的侧面。严芳离开医院，她要去完成一个心愿。我老公也想让我送他东西嘛，在他生日的路上送他东西，我感觉我一直都没送，我感觉亏欠，对，这些东西我没做到。然后在我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可以给他讲，无论他能不能听到，我就可以给他讲。有个说话的，对，有个说话的，就是哪怕是我自己自言自语。他要让心爱的剑锋带着他送的手机安详地离开，从今后两人咫尺天涯，永生不忘。移植手术还在紧张地进行着，曾经的军人、党员、优秀班长李剑锋终于完成了他38年人生旅途中最后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他累了，他要走了。何丽，我给你买了一个手机，你可知道？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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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感情啊，比什么东西都重要，真的。结婚18年，他疼吗？肯定疼了呀。也不后悔嫁给他，即使今天疼了。不后悔，我不后悔，我真的不后悔，我不要我。这天是李剑锋去世后的第六天，儿子刚考完试，就和妹妹踏上了来北京的火车。他俩一心想着来看爸爸，治好病，接他回家。现在说不好吧？我不知道呀，我就想问问你。他第二天在外面不问他了？我不就他们是问的呀，要问他肯定说他不知道，啥都不知道，他还蒙在鼓里。直到今天，两个孩子还是蒙在鼓里。严芳一边接站，心里一边打鼓，该如何开口呢？哎呦，爷爷，爷爷！我把你狗粮还给你，还小猫。谢谢姐姐。好拿呀，你拿这个，你大脸上。哎，走前边去了。你走前边去了吗？你这塑料袋在前边，在后边。好不容易在出站的人群中把走散的儿子找到，
严芳却忍不住哭了起来。小半年没见，两个孩子都瘦了好多，她心疼了。兄妹俩上车那天，老家下了一场大暴雨，他们本想晚两天再过来，却被妈妈要求着即刻启程。由于时间太紧，坐票没了，兄妹俩就这么一路站了过来，整整11个小时。好不好？我要不是，结果还没出来。结果这次有多长时间没见到了？从开学到现在一直都没见，就是让他好好的去了。我相信他一定能撑过来的。他是个爱笑的人，他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就经常笑，而且还经常逗我们笑。有一次小时候哭了，他就讲了个笑话给我逗笑了，笑了好长时间。爸爸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爸爸？给他打几分？我给他打10分。打10分？满分是几分？满分是10分。他经常跟我讲，他说什么都可以失去，都不能失去这个家，还有孩子。我就心在跳，我看他的时候，我就心在跳，一直在跳，心在跳跳。然后我那回来那时候，我就问他们两个，我说见了我儿子怎么讲？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两个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个话我怎么讲啊？讲的时候他什么反应？是不是？看他什么反应？我今天也想我儿子肯定原谅我，我想他肯定就是这么大的事情你不通知我。坐，还有点。你年轻嘛，你大概都知道了。你爸怎么样？把你现在在这里，我就怕你接受不了了，我跟你讲。是个爱笑的人，我相信他一定能成为人。他说什么都可以失去，都不能失去这个家。
没事，坐着，你坐着很好了，别哭哈。一直搁在严芳心里的这块石头此刻终于落了地，孩子们的反应超出了他原本的预期，磨难也会让人瞬间长大。可怜的孩子，懂事的孩子。没事，问题不太大，还挺安全。不害怕吗？哎。它实际上是对一个群体生命。有时，医学也无法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但医生却能让生命之光在他们的手上得以延续。这是一场生命的接力，这也是一段生命的缘分。我感觉我们可能就是我的希望，就是我的未来。这个家我可以慢慢支撑起来。带着他的心理生命，我们俩合二为一了。有句更好的生活就是对于他。上去就没有停的机会了。眼前这个美丽的云南女孩今年10岁，名叫罗春燕。第一次见到春燕，我们就被她美丽纯净的大眼睛吸引住了。可是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双美丽的大眼睛背后，一直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血包。从出生到现在整整10年，让小春燕的童年黯然失色。我们的探头就是只有这么大，这已经超出我们量的那个范围了，一会儿只能用尺子量了。左右大概17.5。躺平啊，他平，只能仰着躺，仰着他不能躺，他不能躺，不能仰着躺。对，他从来没仰着过。这就是小春燕10年以来的巨大血包。一个近18厘米宽、19厘米长的巨大肿瘤，
相当于半个足球的大小。据医生初步估算，这个肿瘤至少有八斤重。这都是软组织渗出，那都是一大堆血管包没有。小春验得的是一种叫做动静脉血管畸形的病，肿瘤被叫做血管性肿瘤。整个肿瘤里面是一个由无数血管交织组成的大血包，致使整个肿瘤表面的皮肤都是暗红色的。换句话说，小春燕背后的这个肿瘤就是一团血。它从表面一直长到肌肉层了，范围特别深。更糟糕的是，这个肿瘤已经伴随着小春燕整整生长了十年，随时都会有破裂的可能，而一旦破裂大出血，将会直接要了小春燕的命。没事儿，没事啊，别哭啊。如此罕见的肿瘤为什么会长在小春燕的身上？而她又为什么拖到十岁这么严重才来医院就诊？医生又能否帮助小春燕将这个肿瘤从她的背后摘除呢？罗春燕出生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全家的年收入也不超过5000元。刚刚出生时的春燕背后只有黄豆一样大小的一小块红斑，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红斑却成几何倍数的增大。这是什么东西啊？那你都怎么回答呀？我理都不理，我走了。他们是知道，他们不敢跟我玩。现在这个红色的血包已经有半个小西瓜一样大小，并且因为这个大肿瘤，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已经几次死里逃生。在家里有过几次那个流血是吧？好几次，我都忘了。好几次啊？什么情况？你告诉阿姨。我碰到，我摸到，还有我弄到，我擦到。救命已经迫在眉睫。为此，家人曾四处借钱，带着春燕到昆明看病。然而，几个医院看下来，竟然没有一家能接受。从昆明回到老家不久，春燕不得已离开了学校。不上学之后，在家都干嘛呀？扫地啊，煮饭啊，炒菜。啊，你都会啊？小春燕的病不能再等了，然而经费是这个贫寒家庭遇到的最大难题。小春燕还能有治愈的希望吗？你们俩是邻居？也不是，差不多隔着半公里左右。当时经常能看到他吗？我看到很心疼，那么大个包。他叫普通，是小春燕一个村的邻居。5月29日，热心的普通第一次在自己的朋友圈和社交网站上发布了春燕的病情。也就从这一时刻，小春燕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我只是一个发起了一个出钱的事，人家我只是动动嘴，对吧？反而有时候我还会感觉不好意思，我也没有那么大能力。一夜之间，一传十，十传百，不到5天的时间，他们就凑够了10000多块钱的路费。这一次，他们要到北京来看病。几经辗转，好心的邻居通过4名志愿者和北京慈源基金会，终于联系上了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的王焕民主任。这天中午，王焕民主任利用医生们午休的时间，紧急召集了包括影像中心、麻醉科、烧伤整形外科和重症医学科的多名医生，集体讨论春燕手术的可行性。他这地方都要冲击一下过来。或许是几次出血的经历，让小春燕对医生的检查分外紧张。从照片上来讲，他说这个部位的供血是比较多的。从主脉这儿有5根血管。对呀、啊。直接从这儿。为什么说很多的医院医生不敢动，也在这儿。小春燕背部肿瘤表面的皮肤已经变得非常薄，医生的手轻轻搭在腋下血管的位置，就能明显地感受到血流的冲力。
这让检查的几位医生意识到手术的凶险和复杂程度远超过以往。他离心比较近，流内的压力比较高，所以呢一旦出血，再加上血管的成分比较多，他会出血比较多。所以大家的那个担心是对的。更糟糕的是，连接肿瘤的血管恰巧是连接心脏的胸主动脉，而小春燕很有可能会因为大出血止不住而丢掉性命。他的血管要一缩，可能进到胸腔里头去了，你没法止血，那就可能就要命了。现在摆在所有医生面前的大难题，就是到底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先把腋下这么粗大的血流止住。此时王主任又紧急联系了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95岁高龄的张金哲院士。我这么掐着疼吗？掐着疼不疼？不疼不疼啊。越往上越明显，滋滋的走。就你这几根血管，我们需要把它堵住。能不能从这个动脉里打颗粒？因为它直接就回到心脏里了，只能用肠胃镜去填，但是它的费用会很高。你想尽一切办法把费用控制下来，又能尽量把这几根主要的都给它拴上。医生想到可以先通过一个介入手术把主要的动脉血管拴住，但是手术的材料费用却面临一个巨大的缺口。早就找到胸腔里面，但是主要是往外长。我们现在最怕的实际是出血。这个孩子他血供特别丰富，而且是高流量的。最后的这个风险大家不要犹豫，要有决心。这个手术大概来讲我们一上去就没有停止机会了。这样吧，这样主任，我也给你们减少压力，然后就是你尽力的给孩子做好，费用那方面我来想办法，就是说那行吗？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个照片的时候挺惊讶的，然后没想到那么大的一个瘤子，如果不治的话，有一天大出血了，就可能就是生命就没了。就是不管用什么办法，我肯定要帮这个孩子把费用弄到。李慧所在的北京慈源基金会也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发布了募捐信息。短短7天的时间，春燕竟然收到了2000多人近14万元的捐款，手术费用终于有着落。开心吗？看到妈妈开心啊。而这几千个素昧谋面的关心和帮助，也改写了一个深陷绝境女孩的命运，春燕美丽的童年会因此而重新开始吗？这是小春燕第一次进入手术室。根据医生们的方案，小春燕的手术要分2次完成，第一次先堵住血管，第二次再切除肿瘤。1、2、3、4，起码有3只比较粗的，起码啊。今天的血管栓塞手术主要是想把给肿瘤供血的5根动脉堵住，血管没有血流，才能降低切除肿瘤时大出血的风险。小的这个毛细血管用这些小粒子堵了，稍微粗一点，这就怎么样？而春燕的动脉血管异常粗大，其中一条主要给肿瘤供血的动脉就有1厘米粗，跟小孩一根小拇指的粗细差不多。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一根大动脉和5条分支血管已经按照医生原本计划堵住了。这儿就在医生打进造影院，完整地看到了血管的形态以后，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需要堵住的血管数量远远不止6根，从春燕的腰部主动脉又分流出4根粗大的血管与肿瘤相连，而这4根血管跟脊髓动脉离得非常近，稍有差池，栓塞颗粒进入脊髓动脉就会造成小春燕下肢瘫痪。此时每一步操作都必须万分小心。
经过五个半小时的手术，终于将十根动脉血管全都堵住，然而手术的危险还远没有过去。这天下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通过普通发布的消息知道了春燕的故事以后，连夜从辽宁坐火车赶到了北京。啊，啊，一定要做到，同学们要坚强啊！等好了，黄姨带你上长城，咱们去转转去，行不行？原本是素不相识的人，因为爱，命运让他们在此刻相遇。第二天一早，刚一进病房，我们意外地发现小春燕一头乌黑的长发竟然全被剃光了。不管让师傅你最勇敢了啊，马上就好。妈妈，我要睡觉。哎呀，是啥嘛，是啥嘛，是啥就睡不着。原来在手术的备选方案中，如果一旦肿瘤切除后皮肤不够用，就要立刻进行头皮移植。而选择头皮，一是因为它的再生能力强，二是因为如果在身体其他部位取皮，必然会留下一道疤痕。但一切的结果都要看术中的情况才能确定。就在此刻，普通的心理压力甚至超过了春燕的父母。我在来之前什么都跟他们讲好了，但我自己受不了，我把我老太太带着来，都带不回去了，我也受不了。如果手术失败，我就每天回去尽量。没有他，春燕不可能来到北京儿童医院治疗。但一旦春燕有任何的闪失，普通一辈子都会陷入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中。而且他说的是动脉，静脉并没有摔。你可以，可是你看的静脉有多粗啊？对，真的是呼呼出大量出血，怎么办？对，只要出血感受了，只要瘤子一下来还不出血，我们没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针线，多准备点那个普林达线。输血科共备了十袋血，2500毫升，相当于春燕全身血量的两倍。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输血科、胸外科、烧伤整形外科的医生和手术室的护士全都严阵以待。尽管做了万全的准备，但是面对春燕这么复杂的病情，医生仍然十分忐忑。啊，你不做手术怎么办？很明显啊，那不做手术，他很大的可能就是某一次出血可能就没命了，也会不会出危险？能不能做得下来，这个肯定我们压力是有的。你怎么样把这病给治好，把这人救了，就像这个闯关一样，必须得冲。感觉疼了，感觉疼了是吗？是看疼了啊，做完就好了啊，做完就好了啊。CT 结果显示，整个肿瘤内全都是密密麻麻的血管。尽管已经进行了血管栓塞手术，但最大的风险仍然是大出血。一旦出血不止，春燕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而要想控制住出血，困难重重。首先，
是必须保证切断肿瘤的位置能够将之前的栓塞颗粒完好无损地留在春燕的身体里，让它们发挥堵住血流的作用。如果一旦不小心把栓塞的部位连同肿瘤一并切掉，那也将造成不可逆转的大出血。刀来。其次，在分离肿瘤的过程中，必须紧贴着健康的肌肉，把肿瘤彻底切干净，没有残留。每下一刀都如同在刀尖上行走。现在很重要的，咱们就找这个层次啊。你看这切的这个开始。刚刚开始下刀，王主任就感受到大瘤子里面的血量之高。感觉这个位置应该可以，你看这个粗的哈。这个层次似乎是对了。此时每下一刀都如履薄冰，医生只能一边切肿瘤一边止血。这时候咱们要小心。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更大的危险正在悄悄地逼近。手指点，哦，这有一根。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以后，大面积的肿瘤被取下。它这是有点邪乎，现在就是这一块，确实看起来也是有问题。你看那个肌肉，但是中间这个地方，你看明显就隆起来一块。正当医生松了一口气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却发生了。跟这个摸起来的话，也还是有点硬。这是肌肉了，来，刀，大刀，刀了。经过医生反复确认，在这层肌肉的下面还有一大块肿瘤，等于肌肉把这个大肿瘤一分为二。手术必须立刻调整，切开肌肉，同时把下面一层肿瘤也清。那就一不做二不休，行，来，钳子，确实很丰富，快到根了啊。此时切除肿瘤的位置已经离心脏非常近，紧贴着血管最为丰富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王主任下刀的速度明显变慢，小心翼翼地寻找着之前被堵住的10根动脉血管，生怕发生任何意外。哦，这么粗啊，两根。哦，这底下还有呢。出血量有多少？而此时春燕的失血量达到了200多毫升，相当于她全身血量的1/5。医生开始给她输入第一代血。手术室内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不能一次完全切掉肿瘤怎么办？小春燕命悬一线。小小的生命总是牵动人心，几位同事等待孩子手术的患儿家长在得知春燕家里条件非常困难以后，竟然主动自掏腰包向春燕父母伸出援手。春燕出来的时候需要你们看见你们两个的微笑。可就在此时，手术室内却传来了坏消息。啊，就是他把这块都给它去掉了，这块不好的皮都去掉了，他现在一整块都缺损。那咱们这术中给他植皮是通过取头皮的皮肤去给他的身上进行植皮，把头皮的皮肤移到身上去。对头皮来说是个伤口，虽然它的愈合能力很强，很快就会长上。它一旦这个头皮出现，这个伤口出现感染，它这块就可能不长这块了。此时一家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但是此刻保命更为重要。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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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形外科的王一宁主任第一时间赶了过来。从这一刻开始，皮肤移植和肿瘤切除两台手术将同时进行。测着体温了，没事是吧？春燕今后还能不能长出美丽的长发，移植后的皮肤能不能成活，主要看医生取皮的深度，要尽量的薄，保留原来头皮下的毛囊，但又要足够的厚，保证移植的头皮在背后缺损的部位可以成活。现在底下这是正常的那个肋间，对，是吧？两边全是。这回是至少是局部是比较满意的。此刻手术也进行到了事关成败最最重要的环节，头皮移植。从春燕头皮上取下来的皮肤面积相当于整个头皮面积的30%。经过了近一个小时的皮肤移植，春燕的手术总算是完成了。再缝一针就完了啊。有一种缘，不能相依相守，就让他健健康康的，我们能带他回家。有一种缘，不靠血脉相连，信念不能丢，一定要坚持到最后，那是喜悦的眼泪，一种幸福。有一种缘，超越时间空间，我想让咱俩的生命合二为一，在我心里去感受这个社会的美好。生命缘第三季。从麻药中醒过来的小春燕还要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恢复期。就在她手术后的第二天，两位爱心妈妈悄悄地来到了春燕的病房。等小春燕生病好了以后，妈妈们带你去好多地方，然后穿上我们漂亮的裙子好不好？然后我们到时候穿着这样漂亮的衣服，我们一起去参加爱心妈妈给你再办的一个大的聚会好不好？春燕是最坚强的，最棒的，妈妈们一直都在心里给你鼓劲儿，都一直在给心里给你加油。我们相信春燕一定会最快的速度恢复健康，好不好？真的很棒。对于春燕来说，妈妈只有一个，但是在这些爱心妈妈的眼里，春燕却是大家的孩子。他们看到春燕会惦念，会心疼，会把最好的爱都给她。生命的选择从来都不容易，是医生的出现让春燕遇见了期盼已久的美丽。医生赌上的是她职业的全部，超高的医术，前所未有的压力，还有仁爱之心。而在春燕被改写的命运中，更倾注了太多平凡人的善举。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是一体的，以拯救生命的名义走到